这是周总冰棍，你吃周总吃什么呀？周总在减肥，吃甜食不好，味道差那么多，周总怎么可能吃不出来？如果我说周总喜欢吃烧烤，你是不是还得给我限？你当周总瞎呀？看不出这是李。还有吗？周总南方人，吃不了辣。周总，再来点果冻解解辣吧。哎，周总，你慢点，别吃撑了啊。嗯。找什么呀？火龙果呢？我的火龙果呢？周总，你是不是偷吃我火龙果了？你怎么能怀疑周总呢？怎么能是周总偷吃的呢？那我巧克力呢？你看，周总脸上都没有巧克力，肯定就不是他吃的，是吧，周总？哎，周总啊，这一次的合作利润的空间是11个点，说完、哎，不是11个点呢，还是1个点。哦，不是21个点，就是1个点，九十一个点。250，真的是啊，250。周总，你要不还是试一下这款小度主动降噪耳机喽？它的降噪深度可以达到40分贝，好歹环境下说话也能字字清晰，能听到吗？周总，哎，是这样啊，就是。哎，周总，你听我说呀，就是我说的意思。哎。刷啊，划算！天上的、地上的，没你不吃，还不挑食是吧？